自分も綺麗にしてね。うん、はい。ね、はい、夜。寝て、はい。哎呀，我们起来吃点早饭。吃完早饭之后呢，收拾收拾东西，就上小儿子家里边去等着哈。那个今天前段时间给他买的床嘛，今天就到了，就给他收拾一下哈。吃点饭，关东煮哈，这是昨天煮的关东煮。啊，魔芋，先让强强吃点魔芋。今天还不能上幼儿园，昨天一直烧吧，虽然是烧，但是他有精神头。嗯，吃的药。今天就比昨天好很多了哈，用那个关东煮的调料煮的哈，鸡蛋啊、魔芋啊、豆腐啊、海带都可以在里边煮哈，汤都是新鲜的哈。李亚强也爱吃，李亚强吃的是魔芋，还要一块啊，好，魔芋好吃了，鸡蛋要不要？不要鸡蛋，好，那这个魔芋你要不要？这个也不要啊，好，那你吃吧。萝卜好吃是不是啊？好吃哈，妈妈都说这萝卜好吃，就是大白萝卜。我把你萝卜吃完了，妈带去哥哥家。哎呀，一口就吃完了嘛！哇，这个大萝卜一口就放进嘴里边了，这是不吃了。好，等妈妈吃了吧。真棒。真棒。自己洗手哈，真棒呀，强！哎呀妈呀，这小闺女你可真厉害呀哈！妈妈的新家强真棒，来你往后点我看看。哎呀妈呀，刚刚爹说上哥哥家去，我说你得换衣服，人家自己去把裤子找出来了，自己找了个裤子自己穿上去了。哎呦，里边还穿了一个裤子，两条裤子，真棒！李新家强，你想去哥哥家里边吗？爸爸。啊，想去啊啊。爸爸。那什么啊，爸爸啊，这是爸爸的咖啡呀。给爸爸放里边了。哎呀，真是好孩子。今天还得去给爸爸买啤酒，爸爸啤酒又没有了。这里的。啊。买这个不用拿出来，不用放里边，那个是酒，不用放在咖啡箱子里边。哎呀，你这闲得慌。哎呦，李欣娜叫真可爱。哎呀，这小闺女急的你不知道，说得上哥哥家去，你怎么着急啊？自己找衣服穿呢，你不知道。我这视频没做完，我现在做完了哈，我得给她穿衣服，自己着急啊，又拿裤子又拿衣服哈，这个衣服拿过来让我她穿穿，我说等一会儿的，又把这个衣服弄出来了。哎呀妈呀，自己穿衣服啊，妈呀，今天想挑战一下自己穿衣服呀，黑亚强。哎，这里从这儿进，对，从这里进。哎呀，是自己穿进去了啊。我看哇，小熊猫啊，是个小熊猫呢，有个帽子，还有耳朵呢，这里有耳朵，小熊熊的哈，哎呀，真漂亮，耶耶，妈妈的黑牙枪真帅气，今天哈，帅不帅气？帅不帅？不帅呀，我看看漂不漂亮，耶一下。耶、yeah, 小美女。今天老师墨迹时间不够用的了哈，赶快收拾吧，一堆东西要往车里边装哈。我闺女这着急啊，上门口去，一会儿妈妈着急的呀哈，要走啊。哎呀我的妈呀，就是我昨天炖了一大锅的关东煮哈，给小儿子拿这么一些哈，这两天他两天吃两天够了应该是哈。要不再给他加点也行啊。这个是我们邻居给了我两块这样蛋糕哈，昨天我老公和我闺女吃了一块，然后这块去烧给小儿子，这是给他们妈妈买的花哈，怕今天没有时间买，昨天就买好了，昨天买好了，今天拿去给他们妈妈的，放在家里边的哈。李新强，哎哎，来，这是小儿子那天的那个枕头，哥哥的枕头，这枕头也要拿去。基本上这一包东西吧哈，这个是床上的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包床垫的，这个是给他买的被子，这是他的毛巾，这是床单被套哈。又准备了点破毛巾，好去打扫卫生。这是擦地板的哈，给擦地板。妈妈，这是给社长的活干完了，先去把活送给社长哈。亚强，我看看你，哎呦妈呀，把这个也带上去了。哎呀，好，一会儿装车哈。哎呀妈，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呢哈。阿七什么阿七？赶快上车，我要去那个什么拿东西了，装东西。好，你上去等着妈妈哈，妈妈把东西装在车上哈。哎呀，
天赶快出发吧，有点晚了，马上10点了，9:42，先去社长那个地方去。人家说10点钟到11点钟，我估计人家送床都到了，我还没到。这家伙，我让他拿东西，你都不帮我拿东西啊？你帮妈妈拿一个东西吧，不帮妈妈拿呀？妈呀，这么多东西，妈妈一个人能拿了吗？可可，我给大家讲呗。你开始弄，哎。아또그거너고민해나또고민못하라도해도응뚜뚜그거야그거나셔라샤샤아소소야哎好和哥哥俩去玩去，妈妈收拾东西。你不和哥哥俩玩啊？哎呀，上哥哥的床坐坐呀。那你这个床坐坐，你别把床给哥哥弄脏了啊。大。嗯。床弄那个弄那床把就哥哥弄脏了哈，听见没有？嘿嘿嘿嘿，还有这还有这，哦哎这，哎，嘿嘿嘿嘿，哥哥这是掉的真多哈，哎呀我的妈呀，哥哥的东西可是真多，哥哥把它收拾收拾来，你上那边去，黑娜，那边去，吃完了吃完去丢垃圾桶去。丢垃圾桶哈，知道哥哥家垃圾桶在哪里吧？丢垃圾桶哈，垃圾可不能随便乱丢。床单是中国床单，是我从中国背来的。哥哥床好不好？好啊，你说好。嗯嗯。啊，好啊。以后你就在这儿和哥哥俩睡觉吧，好不好？不行啊，你去找个纸擦擦鼻涕去。这枕头啊，这个应该属于那种橡胶枕还是啥枕吧？嗯嗯，小熊熊，他玩一会儿行吗？哈。哇！啊，看看那枕头。看我看看，我看你这样，这样好。哎，这枕头好了。放下。放下好。妈妈，你听话。妈妈在干活嘛，把这活干完了。嗯，你去和哥哥俩去玩会儿去，快，你去看看哥哥在干什么。嗯，背呀，背呀，什么背呀？当时选的床单看着挺好看的，怎么看见实物不咋好看？나서많이지보통어깨달라보통아장도기대니시네네아같은도가비야다때네아이해되죠스와때미때왜죠기대니시네요이마네집은뭐기대니시네네응하이네하이여루네네하이기모지기모지하이시穿鞋呀，你穿啥鞋？哇，可那个衣哟呢，可那的。以前咱俩回去都是用这小褥子睡在地下的哈。嗯，ここゴミとかね、きれいにして。